中国梦之声是由上海东方卫视联合美国偶像的制作团队携手共同打造的一档大型歌唱类比赛节目。中国梦之声的原型即是在美国已有12年辉煌收视历史且被誉为美国真人秀之王的王牌节目美国偶像。首届中国梦之声由来自安徽的90后实力歌手李翔翔成功夺冠，央吉玛、艾菲分别列第二、第三。继百里挑一的成功合作，东方卫视再次授权法拉盛网为中国梦之声纽约站海选招募工作，该活动免费报名，免费现场观看。这个活动会在7月31号下个礼拜四在喜来登酒店的 Ballroom 里面进行海选，时间是4点到10点，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来新世界商城102、那边报名，或者是接我的微信9178811647。